尊敬嘅法師，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我哋繼續嚟學習《大乘無量壽經》第六品，請睇原文嘅第35、36段。我哋先嚟讀一下。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宝处，随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宏四海，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乐说法，或乐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行，路不圆满。若不已者，不取正觉。好，呢度 包括一生宝处愿，以及教化随意愿。原文讲话：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阿弥陀佛，佢发愿，佢成佛建立极乐世界之后咧，所有嘅众生，无论系菩萨，定系声闻，定系凡夫，乃至三恶道、地狱道嘅众生，生到极乐世界，都究竟必至一生宝处。一生宝处，意思就系后补佛，就好似我哋世间选举总统咁有候选人将来佢就要当选。咁呢个一生宝处咧，就系候选嘅佛佢嘅德行智慧已经圆满啦，等觉菩萨。几时众生因缘成熟嘅时候，佢就示现成佛。众生因缘未到咧，佢就做等觉菩萨。好似依家喺我哋娑婆世界，喺兜率天上，喺内院弥勒菩萨，佢就系一生宝处嘅菩萨。佢呢一生寿命终了，佢就会降生人道，喺人间示现成佛，就系弥勒尊佛，大概要再过56亿7000万年，所以呢个地位非常之高，意思就系、是、一生就可以成佛，所以极乐世界真系非常之殊胜。我哋依家薄地凡夫，念几句佛竟然往生极乐世界就同弥勒菩萨一样。弥勒菩萨降生人间，龙华三昧成佛，我哋咧喺他方世界成佛。世尊喺呢部经上已经为我哋授记啦，即系预言，将来我哋成佛佛号妙音如来，喺第48品有讲，所以呢个等同于《法华经》成佛嘅法花，
啊，佛喺《法华经》里边同嗰啲弟子啊授记啊，但系《法华经》冇同我哋授记啊。呢 部经啊，同我哋授记啦，话俾我哋知，将来我哋往生极乐世界，喺他方世界成佛，叫做妙音如来。点解叫妙音如来呢？因为我哋念阿弥陀佛呢一句佛号系妙音啊，世出世间最美妙嘅音声啊，可以帮你成佛嘅音声啊，所以我哋将来成佛之后，仲系用呢一句佛号嚟教导众生啊，用呢个净土法门嚟接引众生。咁呢个系一生宝处。下边话，随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宏誓海，教化一切有情。呢个系教化随意愿里边讲。阿弥陀佛对每一种众生嘅根性都好了解，有一啲众生。慈悲心好重啊！发愿啊，不先度众生，自己唔愿意成佛啊！众生度尽啊，方正菩提啊，好似地藏王菩萨一样，佢要将地狱空咗之后啊，全部啲众生都成佛啦，佢先成佛啊！未成佛之前，佢作为菩萨嘅身份。去教导众生啊！咁对呢一种人呢，阿弥陀佛亦都唔会啊放弃佢哋啊！你唔想成佛唔紧要，你嚟到极乐世界做菩萨啊！呢个系你嘅本愿嘛，为众生故啊，为咗苦难嘅众生。啊！披宏誓海，宏誓系宏大嘅誓愿，就系众生无边誓愿度。呢种愿啊，好似海蛤一样啊，可以啊喺作战嘅时候保护自己。古时候作战啊，着呢啲海蛤。啊！敵人嘅箭射過嚟咧，啊唔會射傷身體。啊，依家咧，我哋話防彈衣啊呢一類嘅，啊可以保護自己。呢、这個係用細啊呢、这個海蛤啊嚟比喻我哋嘅宏大嘅誓願。啊，所以用呢種誓願，我哋入到娑婆世界。啊！入到五濁惡世，亦都唔會迷。啊，能夠啊教化一切有情，啊有情眾生。啊，呢度包括六道，亦包括九法界眾生。啊，聲聞緣覺菩薩都算係有情。都系你教化嘅对象啊！咁喺呢啲众生里边咧，啊，六道众生比较难度啊，佢哋业障深重啊，烦恼习气好重，你要教佢哋有好大嘅耐心啊，而且。自己又唔可以受佢嘅污染啊，唔能够受佢嘅拖累啊，呢个系确实唔容易啊，要用自己嘅誓愿啊，呢、这个誓愿系你嘅本愿啊，先度众生后度自己，就得到阿弥陀佛呢一条36愿教化随意愿嘅加持，你就能够成就。啊，要知道啊，
自己未成就，想去教导众生咁唔容易噶，好容易堕落。自己未觉悟，就想去渡人，唔系渡人，系害人啊！自己都唔明白，啊，未开悟，烦恼未断。楞严经常讲啊，一盲引众盲啊，相牵入火坑。火坑啊，代表地狱啊！自己都系一个盲人啊，同人哋指方向，拉住人哋行啊，堕到个火坑度唔知啊，好危险啊！啊，所以真正想去救度众生啊，应该发愿先去极乐世界。啊，你想急住度众生？就应该先急住往生，啊！一往生啦，呢件事就容易做啦。你想成佛之后度众生又得，你想啊，我唔成佛，我先度众生又得，你都唔会迷，你唔会退转。啊！依家我哋话发个大愿去度众生，众生未度啊，自己被众生度咗啦。啊！你喺呢啲顺境逆境里边，你能够保得住自己唔动心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喺你面前，你能唔动心咩？啊，凡夫冇可能噶，千祈唔好高估自己。我过去就系咁样功高我慢，啊，高估自己，认为自己好有能力。啊！有呢啲界定位，其实境界一嚟嗰时候，你就知道完全唔得啊，一无是处啊，凡夫一个，咁先能老老实实啊，死心塌地去求往生，咁样做。先系如来啊，第一弟子，先系诸佛赞叹，诸佛护念。啊，我哋依家唔系菩萨，唔可以自认为系菩萨啦。学住菩萨去先度众生，再度自己啊，唔得噶。菩萨先度众生，嗰个度系咩？系成佛。帮助众生都成佛啦，自己最后成佛。呢个菩萨发心啊！我哋唔系菩萨啦，我哋呢个道啊，系了生死啊，自己未了生死啊，唔系菩萨啦。啊，想帮边个都帮唔到啊，揽住一齐死噶咋？啊，所以明白之后啊，你就应该知道点样选择。啊，有啲人对净土冇深入了解就批评，话净土系治了汉，啊小乘，啊只度自己唔度他人，自己求往生唔理人哋，呢个系对净土宗唔明白。啊，我学咗咁多年，我应该嚟讲都有宿世嘅善根，啊对佛经。理解都算是比较深入。啊，过去就是这样狂妄自大，要学菩萨，我要发愿度众生，一直到去年出家的时候还是这种愿望。我出家为了什么？宏法利生嘛，不是这样，我对不住我的法号啊，定宏啊，一定要宏啊嘛。啊，所以旧年、今年啊，一年就搏命宏法，啊，万人法会搞咗三场，啊，就每个礼拜六喺度讲经，啊，又接引年青人，啊，知识青年嘅夏令营、冬令营，活动系搞得唔少，发现自己啊。界定为功夫母啊！
搞得係好熱鬧，好轟轟烈烈啊！能到幾人呢？幾個人能夠真正覺悟，一切放下，求生淨土呢？啊！所以真正弘法，一定要先度自己。呢個係從古到今不變嘅原則。學咗20年，終於明白啦！啊，而且一定要為後世做一個榜樣。後你依家啊，轟轟烈烈咁弘法利生，啊，都算幾好彩，仲未迷得太深，仲可以回頭。啊，後世嘅人學咗你啊，未必回得頭啊！可能一路落去就变成搞名闻利养，一发不可收拾。啊，出咗个家，世间名利放下啦。实法里边嘅名利更诱人啊！佛法嘅名利要放下嘅人呢，唔多啊，都喜欢搞热闹。热闹一世就喺呢一啲热热闹闹当中度过，人哋嘅恭敬供养当中度过，到最后啊，该点样生死就点样生死，点样轮回就点样轮回。你仔细睇下佢走嗰时系点嘅样，都系手忙脚乱啊！有几个是预知时至自在往生的。我们发心出家，古人提醒我们，地狱门前僧道多，这句话不是虚话。出了家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我出了家之后就有体会了。未出家就覺得呢個係好神聖，係確實好神聖。問題我哋自己唔神聖啊！我哋自己係煩惱業障之身，出咗家之後玷污佛門啊！古人係為出家係人天師表啊！我哋依家出家嘅話，如果冇做好樣子，仲贪着名闻利养，人哋一恭敬就傲慢，人哋比我好就妒忌啦，冇真正把弘法利生作为自己嘅己任，到最后拉信徒，搞大道场，争名逐利，比在家仲麻煩啦！我唔想行呢條路啊！既然出家啦，就要做一個真正嘅出家人。唔好希望話呢個世間想做得咩成就。淨空老法師同我哋講，佛法衰落咗200年，四五代人，依家都係命若懸絲，非常之危險呢個時期。如果唔再救嘅話，下一代人都救唔起啦。能夠呢一世將呢個佛法條命根能夠保得住、傳落去，就唔錯啦。下一代人，佢仲有可能話喺呢個基礎上慢慢發揚光大。如果我哋唔好好去做，唔系依教经教真正修行，下一代人都唔知道咩系叫修行，唔知道咩系真正嘅佛法，以为就搞下热闹咁就叫佛法啦，错啦。
所以师父告诫我，净空老法师告诫我，你真正能够将佛法传落去，有一个传人，佛法就唔会断。你即使一世人唔讲经都值得。讲经听众系好多，真修嘅唔多。呢啲都系老实话，反正横掂我今场系最后一场讲啦，我就唔惊啦，讲真实说话啦。所以要真正修行，这个时代非常唔容易，人哋一定会毁谤你、批评你，因为你做嘅同大家唔一样。大家都唔知道咩系真噶啦，所以你做嘅真嘅，人就当你系假嘅。会批评，会毁谤，所以一定要低调，越低调越好。低调到最后咩咧？默默无闻最好。呢啲如果唔系老一辈嘅大德咁样提醒，我哋自己啊谂唔到啊，仲认为自己系宏法利生啊，做系做得好努力啊，觉得自己系真心冇智慧啊，条路行错咗都唔知啊。好在闭关念佛回头啦，知道乜嘢叫做真正宏法。什么叫做真正逐佛为名？学佛就要学好像佛陀一样，将名利通通放下，以苦为师，以戒为师。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他住在山林树下，日中一食，三衣一钵，过着最清贫的生活。虽然亦都有国王大臣建立道场，邀请释迦牟尼佛来讲经说法，那些他是什么呢？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好像圆明寺，我们借用一下，这样可以，我们不可以拥有。所以释迦牟尼佛走的时候在桑树林间，在野外走，他不在道场走。这个就为我们做示现了。净空老法师就说，我们现在没办法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树在树下，我们可以搭个帐篷。这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参加个佛七，我就说，我今天我在个营地那里，我们住帐篷，住七日试一试，觉得不错啊，住帐篷都很好啊。古人是住茅棚，我们现在住帐篷差不多。因为法门都找到了。经教就学一步，其他什么都放下，所以很简单，很企理，修行就能够轻装上阵。我们这样做也是为大众，为后世做一个榜样，告诉大家真正宏法，不求名闻利养，安住寂静。有缘的人，他就自然听到你讲。我们听讲话，大陆一些同修听经的时候，非常之虔诚。着住海青，合掌跪在地下听，从头到尾两个钟头，一动都不动。虽然他们没有见到老法师，但是这种虔诚的心，他一定得到殊胜的利益。所以现在乃至以后宏法
用咩方式最好呢？就是用遠程教學，用網路，用光碟。將來我估計光碟都要淘汰，都是用網路，全部電子化。咁好啊，唔需要到場啦。想宏法，有一部攝影機就得啦。呢部攝影機夠曬噶啦。拍攝落嚟，將佢上網。有緣嘅人，佢就自然會下載嚟聽。無緣嘅無緣，你唔需要度佢啊。佛都唔度無緣之人。咩叫無緣啊？佢唔想聽你，咪無緣咯。想聽你，咪叫做有緣咯。有緣就得到，無緣咧，將來我哋先同佢結個緣咯。將來得到，唔需要急。乜嘢都放下，連宏法利生嘅念頭都放下，咁嘅心就清淨啦。所以釋迦牟尼佛在世講經說法，係教導眾生。佢離開世間入涅槃，亦都係教導眾生。有一啲眾生咧，佛在世嘅時候佢唔覺悟，認為咩咧？時間仲多嘛，唔使咁急，慢慢學啦，提唔起精進。佛一走啦，呢個時候就驚啦，生起恐懼心，自己冇依靠啦，搏命修行，佢就成就了。阿難尊者就咁樣啦。你睇阿難尊者多聞第一，日日聽經聞法，聽得最多係佢。一生阿羅漢都未證到。佛涅槃之後，佢就搏曬命去修，冇幾耐就證得阿羅漢果。所以佛在世同埋離開人世都係教化一切有情。这里面没有情执的，完全是用智慧。佛菩萨来也是度众生，走也是度众生，该走的时候要走，该走的时候不走，人家就开始毁谤你了。这个毁谤都是妒忌引起的。所以佛菩萨令一切众生生烦恼，你喜欢他他就来，你不喜欢他即刻就隐身了。其实他呢不生不灭，让众生始终保持对他的尊敬，对他的法的这种渴求。所以教化一切有情，目的是什么？皆发信心，对佛法生起清净的信心，尤其是净土法门。这个信心的建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教化众生的这个人自己要做到，自己不肯去做，你教人没什么效果，人家没有信心，你都不做要我做，他不服气的。一定你做到了，你教化他呢，他就服气了，他就有信心。所以为什么要先自度再度人再度他？原因就在这里。你教人哋放下名闻利养，咁你自己呢？你自己仲搞大场面、搞热闹，人哋点会肯放下呢？乜嘢欲望都要放下，
度众生又系一种欲望啊！啊，菩萨点解成唔到法，就系因为呢个问题啊！你唔肯放下度众生，仲未知足啊！一生保持嘅菩萨住喺兜率天，兜率意思就系知足，连宏法利生都知足啦，够啦，得啦。哎，咁就成佛啦，做生众生道尽啦。啊，点解啊？众生本来是佛啦。啊，你连度众生嘅念头都唔需要有啊，你将自己做好啦，你成佛啦，你再睇众生，佢本来就系佛，唔系你去度。所以度众一切众生，你就知道原来冇一众生得度啊！点解？众生本来是佛嘛。所以修菩提行，行普贤道，呢个系自度度他啊，自己先要去修。菩提行就系成佛嘅行，大菩提行。啊，唔系指成个阿罗汉，成个菩萨都唔系。啊，菩萨六道万行都唔叫做呢度嘅讲嘅大菩提行。大菩提行咩啊？你能够成佛就叫做大菩提行。啊，六道当然最终可以帮你成佛，但最紧要六道点样修啊？心要清净，譬如讲你修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告布施。如果你心里边执着，我一定要去布施。以前我哋咁样啊，创造机会去布施。啊，无论人哋接唔接受，都要去努力。心系好心啊，未必人哋真正得益啊。财布施如此，法布施更如此。所以佛就知足。众生肯听，他就来这个世间跟大家讲；众生不听，他就走了，换一个世界去讲经说法嘛。不一定执着这个世间。佛度众生的这个范围是尽虚空遍法界，何必一定要执着个地球呢？往生极乐世界，你就有呢个本事啊！可以随意教化，随你嘅意。你想去他方世界十万亿国土之外，你就一念即到，教化一切有情。边度有缘就去边度度。无缘就隐身，这样好啊！那个忍你不忍，就忍到众生做恶业了。众生他 不相信你了，不相信你他毁谤你，他不服你，甚至他要毁灭你，这个时候对你可能没什么损害，因为菩萨已经没有生死了，但是对他的损害大了，他是做地狱业啊。所以修菩提行，什么叫真正菩提行？菩提行啊，念佛成佛，你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就是菩提行，这个就是普贤道。普贤菩萨最殊胜的行愿就是十大愿王度归极乐，去到极乐世界圆满他的十大愿王，你也是要这样做啊！所以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过这个故事啊。
啊，净空老法师亦经常讲嘅嗰个宝镬佬啊，嗰个古仔冇文化啊，咩嘢都唔识啊。大行老法师就教佢念阿弥陀佛，佢就喺度念，一日到黑，念到攰啦就休息，休息好啦就继续念，老老实实啊，好清净，咩谂法都冇，最后企住往生，啊，念咗3年企住走，走咗之后仲企咗3日，啊，所以帝行老法师嚟睇到咁嘅样啊，赞叹啊，话你啊呢种修持啊，嗰啲宏法利生嘅大法师，名山宝刹嘅方丈住持比唔上你。你真正是修菩提，菩提行行普贤道啊！他成佛去了，我们在世间看到他可以痴痴呆呆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只是暗暗沉沉在念佛，人家在修密行啊，所谓大智若愚啊，到最后往生的时候拿出个样子给你看，你就不能不佩服了。确实我们不如他啊，宏法利生的人不如他，方丈住持不如他，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最后站着往生。一往生这种人一定是十步庄严土，他即刻可以去他方世界度众生。咁虽生他方世界啊，永离恶趣，永远唔会堕三恶道。或落说法，或落听法，或现神足，随意收集，无不圆满。到五浊恶世里边嚟度众生。要跟众生一起生活，这个就要很大的智慧能力，出污泥而不染啊。那他们去，这里讲了3样工作。第一个，或落说法，他很喜欢讲法，讲法不疲不厌，为了启发众生讲。第二种是或落听法，他很喜欢听讲经，特别是听净土，做影响众，带动人家一起来学这个法门。或现神足，神足是神通，用神通来启发众生的信心。这个讲的神通不是一般的那种神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通，这些都是一般神通，甚至你能够飞天，能够入地，能够放光，在半空中说法，这些神通都不是大神通。真正大神通是什么呢？当生成佛，这个大神通。《法华经》里面记载，龙女8岁成佛，这个大神通啊。还有呢，就是宝镬佬这种念佛念了3年他又成佛了，这种也是大神通。你试一下你能不能够走，好像站着3日，你站不到啊，这个就是神足啊。真修实干啊，做出个样子给人看啊。宝镬佬他没有出去跑道场啊，
从来冇参加咩法会啊，咩水陆法会啊，啊，咩消灾普佛嗱，呢啲从来都佢哋又唔识，啊，亦冇去外边去追求嗰啲法师啊，就喺精舍里边一心念佛，闭门不出，3年成就。最快速啊！呢个就系现出神足啦！啊，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我睇到佢咁嘅样，信心就有啦。原来念佛往生系咁样做去做嘅，啊，确确实实唔难啦。你就喺屋企关起门来，啊，听经念佛。足矣啊！问题就系一般人关唔住啊，关咗几日佢就想出嚟啦，心浮气躁啊，唔定啊，原因喺边度啊？信得唔坚定，愿唔真切，唔系真正想往生啊，总系想。搞啲熱鬧嘢，啊，揾一啲調劑，不能夠死心塌地，不能夠真幹，呢個叫做咩啊？叫做自欺欺人。啊，呢個就藕益大師批評嘅，叫做偷心。阿弥陀经要解里边讲话，死尽偷心念佛去。你仲想搞下呢样，搞下嗰样，嗰个就偷心，不能定喺一个法门里边，不能定喺呢句佛号，呢部无量寿经上，已经话到咁清楚啦。呢部无量寿经系第一经，呢、这个法门系第一法门，呢句阿弥陀佛即是无上心妙事。你肯唔肯念呢？你唔肯咪就叫偷心，仲想揾啲捷径话俾你听，呢、这个就系捷径。除咗呢条道路之外，冇其他捷径啦，其他都系兜冤路。呢、这个系直不甩成佛嘅法门，最快速、最直接，一念相应就一念佛，念念相应就念念佛。你依家念佛时就成佛时，仲有乜嘢法门比呢个仲要快？当下成佛，圆满嘅。问题你唔信啊，你唔信就冇办法啦。所以佛先讲84000法门啊，慢慢接引你啊。你真正肯相信啊，呢个法门够晒啦。所以善导大师话。世尊所以兴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释迦牟尼佛点解嚟呢个世间啊？就系、是、为咗讲俾你知净土法门，念佛成佛。佢又系咁样示现念佛成佛。佢就系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再为诸众生说此一切众生难信之法。你就系唔相信，仲想搞其他嘢啊！所以累到世尊49年说法，你真正明白啦，呢、这个法门得啦，火镬佬就一句佛号就够啦。啊！所以依家我哋终于学明白啦，好在喺。寿命未到之前就学明白，剩低落嚟就系一门深入。啊，我哋希望呢一世唔求其他，求自在往生。比唔想保镬佬企住往生都要坐住往生啊！如果唔系你讲嘅，边有人信你啊？啊！
你讲无量寿经讲100部都好啦，最后你死嘅时候，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咁样，你讲嗰啲全部白讲，冇人信你噶啦，你自己冇做样子嘛。我依家讲无量寿经讲到依家第三遍，以后仲系会讲啊，自度度他嘛，呢、这个无量寿经。增强我哋嘅信愿，我系为自己讲，旁及他人，有缘大家一齐学，无缘嘅我自己学，到最后我往生极乐世界啦，嗰啲人就知道要揾嚟听啦。唔好呢一世成名啊！成名于后世，千百年之后，仲有人听你讲嘅，仲有人睇你本书，你成功了。依家急住宏法利生，到最后，你本书你未死，人就唔睇你嘅书噶啦。尸骸都未烂啊，嗰本书已经烂咗啦，冇用，要搞就搞真。所以真正想宏法利生，你点样行呢条路？依家明白啊！所以定宏定宏啊，先要定，再嚟宏啊！定都未定得落嚟，你起码定个40年啦，后世有人帮你去宏。古来祖师大德都系咁嘅事，你睇欧益大师在世嘅时候。他的著作沒人看到的人很少，走了之後出來這個真正是大德，就是隨意收集無不圓滿，往生極樂世界之後你想怎樣收都可以眾生因咩缘得到，你都可以帮助佢哋。所谓为以众生真实之理，无不圆满。所以眼光要长远一啲，唔好急住喺呢几十年里边度众生。起码你个眼光要放喺1000年咁样个时间范围。我依家应该点样做，使到呢一我身后1000年嘅众生都能够受益？你咁样谂，你就系真正众生可以为众生为以真实之理。好，我就再睇第37愿。37至38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以者。不取正觉，呢度包括第37衣食自治愿，第38应念受供愿。原文里边讲话，生到极乐世界嘅人所需要嘅一切饮食、衣服以及供佛所需嘅种种供物。都能够随住佢嘅想念，自然出现喺眼前，无有不满愿嘅。哇！呢、这个真系自在啊！我哋世间人啊，想去得到衣食饱暖，都系一件唔容易嘅事要去做嘢，去辛苦
如果系衣食自然，呢个生活多么嘅幸福好多人好羡慕想做咩事，真系万事如意喺呢个世间，我哋祝福人哋话万事如意，得个讲字噶咋。边个人系万事如意嘅呢？真实嘅说话系咩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呢个系真嘅。万事如意系氹下你噶咋。你真正想万事如意，就只有极乐世界。所以祝福人万事如意，前面应该加个前提，祝福你早日往生，万事如意。咁 就系真噶啦！今日我哋最后一场，我就祝福大家，早日往生，万事如意。我哋唔擅长氹人嘅。要讲我就讲真实说话，呃人氹人嗰啲我唔识讲，好在大家听经听咗7个月，都算系听得比较明白啦，对我咁样嘅祝福大家唔排斥啦，你唔好学住我翻去同你屋企人又讲话祝你早日往生，佢唔能够接受嘅。所以自己明白就好，自己真正放下。咁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咧，唔使做其他事，佢所做嘅所有事情就系上供诸佛如来，下度一切众生。所以佢用咩咧？用供具，供养诸佛如来，七宝鲜花等等，佢一啲都唔辛苦，念头一动，嗰啲嘢就喺手上，佢就攞住呢啲嘢，化身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如来。食嘅用嘅都系自然，随住你嘅意。你想食乜嘢？念头一动，佢就喺眼前。所以后面经文又讲，若饭食时嘅时候咧，就有七宝钵器，装满百味饮食喺你嘅面前摆开。古时候只有皇帝先可以有百味饮食你去咗极乐世界，日日都去过住想去比皇帝仲殊胜嘅生活啦。点解咧？皇帝有百味饮食食完之后佢呢啲碗碟都要有人收系嘛？你去极乐世界唔需要收碗碟噶。依家唔需要啦，谂一下，嗰个碗碟全部消失，唔需要洗碗。我哋家庭妇女如果系喺屋企成日煮饭，可能都厌烦。哎呀，喺呢个世间就系咁样你睇下，花咗成2个钟头煮饭、洗菜、炒菜，食饭咧20分钟。食完之后咧，又起码成个钟头嚟洗碗洗碟，一日到黑就望嗰把口，真系麻烦啦！极乐世界呢啲忧虑全部冇，全部系应念自然，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
呢个应念受公园，极乐世界嘅人，佢想供佛，并唔系难事。喺我哋呢个世间想供佛啊，唔容易啊！你边度去揾佛啊？揾到天边都揾唔到啊！极乐世界咧，时时刻刻、随时可以去见佛、去供佛。咁呢个应念受供有两种一种系咩呢？自己用神通化现自己嘅身体喺佛前去供佛。另一种呢，喺宋译本里面有讲到，话喺极远之处嘅无量诸佛，佢哋为了成全众生，成全极乐世界的众生的供佛，当他们想供佛的时候，这些诸佛就会伸出手臂，从他方世界伸到极乐世界来接受这些众生的供养。佛有这种大神通，事事无碍境界，所以两种供佛的方式都可以，一种是你去，另一种是请他来接你，接人，接你的东西。你看多么自在这个是完全是超出我们常规思维，体现出花严世事无碍境界。动一念就周遍法界，一起供佛的心就已经成就供佛的事情。好，下面呢，在第39愿庄严无尽愿，我作佛时，各中万物严净刚丽，形色殊特，穷妙无能清亮，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种宣说者，不取正觉。呢度系讲依部嘅庄严，讲环境。极乐世界一切万物都系庄严清净、光明、美丽，严正光丽，形状同埋颜色都极其嘅殊胜奇特，穷微极妙，呢个微系精妙，微妙到极点，穷就系穷尽，极点。没有丝毫的欠缺，无能清凉，不单只是语言表达不出来那种殊胜美妙的境界，连我们的思维都想象不出来。你现在怎样去想极乐世界都不是那个样子，你想象不出，唯有去到才看到。所以不需要去想，老老实实念佛就可以，将来一定见到。那些都是你自性本来具有的功德。在极乐世界的众生，虽具天眼，他们的天眼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但是仲系唔系佛嗰种天眼，仲比佛嘅天眼差少少，佛嘅天眼系圆满嘅，佢哋天眼仲未圆满，系阿惟愈智菩萨嘅天眼，所以咧，对于极乐世界万物嘅形色光相名数，未能够了解得咁清楚。
唔单止了解唔清楚啊，可以讲话系佢冇办法辨别咁美妙啊，咁精微，咁殊胜。呢、这个境界系超出阿惟余至菩萨嘅境界，亦即系只有诸佛如来方能究竟嘅境界。所以呢个境界完全系佛境界，连菩萨都不能够辨认得清楚，当然不能够宣说，连认都认唔清啦，讲讲更加讲唔清啦，所以我呢度讲都系多余啦，大家知道咁嘅意思就得啦，讲唔清噶，诸佛如来嘅境界啊。《华严经》十余门全部在这里面体验，下面第四十愿四十一愿，我们看经文：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树，高或八千由旬，道长树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欲见诸佛正觉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像。若不以者，不取正觉。第四十愿是讲无量色树愿。呢度系喺极乐世界依部庄严无量嘅庄严当中，举一两个例子嚟讲下，要我哋从不能够辨别宣说当中勉强有一啲啲咁嘅感觉，一啲咁嘅体会，知道呢个系无比嘅殊胜，生起向往之心就得啦。这里讲无量色树，极乐世界树木很多，无量，这个讲无量连菩萨都计不清楚，名数，名是讲他的是什么树，是什么名，数是数目是多少，他都根本不能够计数的，不单止阿罗汉计不出来，菩萨都计不出来，佛境界全是阿弥陀佛发身流现出来的。阿弥陀佛因地里面考察他方世界，可能发现很多世界的众生都很喜欢树，譬如我们这些众生很喜欢树木，香港不让随便斩树，斩树犯法的，对树木好爱护，因为它难得既然大家咁中意树啦，咁极乐世界就变咗好多树出嚟啦。而且呢啲树同我哋世界唔同，佢系色树七宝所成嘅。那个七字亦都唔系数目字，唔系只有七种，七种就太少啦。无量种宝一一皆是无量宝的品种是无量，那个一品种里面的宝里面的光色也是无量一种颜色里面化现出各种的诸佛如来又是无量，佛又放光又是无量，所以你在里面简直就是眼花缭乱，根本你就不知道这个境界是怎样一回事，非常之殊胜，你不可以想这个不是你思维可以思维出来唯有是什么呢？不动念头见到了就当是见到了，不要动念头用你的真心去接受
啊，所以极乐世界菩萨唔会大惊小怪。哇，哎呀，咁多七宝啊，哎呀，咁靓啊，冇呢啲大惊小怪，个个都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啲殊胜庄严咪由佢现出嚟咯。我仲系不动心，啊，唔似我哋呢个世界，一见到宝就动心啦。唔好话见到宝啊，见到纸钱都动心啊！纸钱咪鬼用啊，依家人攞嚟用啊！以前嗰啲钱咧系铜啊、金啊、银啊，仲有啲价值嘅啊！依家系纸钱啊，只系个面值，表面嘅价值啊，唔系真实嘅价值。啊！喺嗰啲度动心，咁你点去西方啊？钱要放下，呢个系第一关啊！啊，一个财，一个色，你两关你唔过，啊，极乐世界就冇门啦。所以呢啲无量色树都系高或八千由旬。啊！一由旬，古时候嘅长度单位，啊，有啲讲系40里，40里，啊，有啲系讲60里，有啲讲80里，啊。咁其实佢点样计嘅咧？系古代嘅帝王行军一日嘅路程就叫做一由旬，啊，所以有啲人行得快，有啲人行得慢，啊，所以佢嘅长度就唔同。啊，咁我哋攞80里嚟计咧，啊，8000由旬，我哋唔好攞咁100再乘1000啦，我哋就是但攞一个数字9000由旬嚟计，个树有几高啊？等于72万里，啊，咁高，太殊胜啦！咁有啲人话：，哇，咁高个树，我点睇到咁高啊？啊，咁你又唔使担心，极乐世界人嘅身材亦都系有相当嘅高度啊！啊，佢个比例好似我哋嘅人同个树木咁上下比例啊，所以你就知道极乐世界人嘅身材有几高大啊，都系几十万里高嘅呢 个身材。啊，咁道场里边嘅树啊，系菩提道场啊，系阿弥陀佛讲经嘅地方。佢哋外边都有树，400万里啊，比嗰个一般嘅树就要更高呢、这个系诸菩萨众啊，喺呢度听经闻法开悟嘅地方啊。咁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呢啲树啊，可以啊教化众生啊。佢放出个光，放出个香啊，香光庄严啊！众生睇咗之后，闻到之后就开悟啊，就断烦恼，正法身。啊，所以亦能了之啊，就佢真正开悟，开悟先能够了之啊，了之系明明白白啦，啊，一啲疑惑都冇。下边嗱呢度讲嘅无量色树缘，下边系树现佛刹缘，欲见诸佛净觉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像。呢啲树啊，仲有一种好特殊嘅性能啊，就系、是、可以现出佛刹啊，好似我哋依家睇电影一样啊。依家啲树木唔系睇电，冇得睇电影，嗰啲树咧啊，可以睇电影。树与树之间啊，就系一个荧幕
啊，呢、这个荧幕系咩咧？立体荧幕。啊，你可以见到十方世界一切国土嘅衣锦庄严。啊，全部喺里边睇得清楚清清楚楚。啊，譬如讲你去咗极乐世界，你想睇下啊，我个乖孙依家做紧乜嘢咧？诶，念头一动，似嗰个中间个屏幕就现出嚟啦，好清楚，就喺你眼前，而且系立体嘅。啊，我哋话立体电影，啊，大家有冇睇过立体电影啊？啊，有睇过嗬？而家科技都有呢啲啊产品出嚟啦，所以便于我哋理解睇悟。极乐世界嗰个立体电影啊，立体到非常真实，嗰个世界就喺你眼前，你就随时可以入到去。啊，所以色欲保殊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像。啊，好似自己照自己嘅样一样。啊，攞个镜照自己嘅样，睇得清清楚楚。呢个都系花严十缘境界啊。啊，所谓小能容大，啊，大小不二，啊，你睇一棵树嗰个空间，佢唔系好大，小啊，竟然能够容十方一切世界，小能容大，所谓芥子立须眉，啊，呢、这个就系花严境界，无量寿经里边，啊，呢48大愿里边讲得好多。都系呢啲境界啊，所以古人讲话《无量寿经》系中本花严，一啲都冇错啊。《花严经》嘅境界，《无量寿经》里面都有啊。极乐世界就系华藏世界啊，唔单止系华藏世界，华藏性世界嘅精华啊，好似华藏世界，好似香港啊，极乐世界咧，好似系。弥敦道啊，嗰、那个最繁华嘅地方咁呢个系树现佛刹愿。下边再睇42愿系切照十方愿。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形如镜，切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已者不取正觉。呢个系讲极乐世界啊，广博严净，广系宽广，啊博系博大。严系庄严，净系清净，国土都系光形如镜。啊，光系讲光明啊，形系晶莹剔透，啊，透明嘅，啊，好似个七宝池，一眼就见到底，下边系黄金沙，啊。而且呢啲光明啊，好似明亮嘅镜一样，可以切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亦即系十方所有世界喺呢个镜里边都可以照得出嚟。啊，呢个又系讲花严世界嘅呢种啊，一多相容啊。咁其实我哋用依家嘅呢个世界嘅物体都可以能够体会出嚟啊。譬如讲你攞个镜啊，行到一个山上最高峰啊，去照，你睇到镜里边有几十层嘅山啊，几十层山水一下就照出嚟，全部收入你嘅镜当中。咁就小能容大咯，啊！极乐世界又系一样，每一个物啊，
每一个物体都能够咁样，以小能容大，以一能现多。咁呢个系不可思议啊！咁众生道者生稀有心啊，众生系讲极乐世界嘅呢啲人啊，睇到呢种状况啊，睇到极乐世界万物都能够现出层层无数无量嘅呢啲境界啊，呢啲佛刹啊，所以生稀有心啊，呢个稀有系稀有难逢。啊，当下就能够断烦恼，啊，生智慧，知道呢啲境界完全为心所现。啊，随住你嘅心念转，啊，所以你知道一切为心，当下就归本，啊，归到你自己嘅本心，你就能够开悟。好，再看下面第四十三愿，宝香普分愿。我作佛时，下从帝制，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楼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分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以者，不取正觉。呢度讲嘅系极乐世界啊，宝香普分，下从地制，上至虚空，哇！即系包括一切万物。都是用无量的宝香所合成的。这些香那个品种是数都数不清，讲不清，入到每一物当中，所以《花严经》说一切入一，就是这个境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萬物那個香亦就等於一切香，一切香就變成一種香，咁呢種香可以普分十方世界，唔單止係極樂世界嘅眾生可以聞得到，十方世界整個法界所有眾生都能夠聞得到。闻到之后就身心清净，收集佛行。这个佛行是什么？念佛啦，念佛成佛啦，这个就是佛行啦。咁有些人就说，为什么我没闻到的？他普分十方世界，我闻没闻到啊？有没有分到你那里呢？有，咁你点解闻唔到啊？呢个你自己嘅业障啊，你嘅心唔清净啊，所以香喺你面前你都闻唔到，麻木不仁啊，我哋嘅六根啊迟钝到不得了啊，极乐世界光喺我哋眼前，香喺我哋鼻前。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其实本来就是极乐世界，但是现在我们自己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连闻都闻不到，就好像现在有一个人在你旁边烧起一种很 难得稀有的檀香，是很香很香，但是你现在睡着了，分着了你就闻不到了，是不是没有分到你呢？有啊，在你旁边烧啊，但是你就闻不到个香气，为什么？因为你分着了嘛，
你已经昏迷不醒啊！几时你醒过嚟，你就闻到极乐世界就系咁样。几时醒过嚟，你就知道原来极乐就喺你眼前。净土即是此方，此方即净土。啊，众生就如痴啊，睇唔到啊，睇到嘅只系变成咗娑婆世界，就好似一个人啊。本来系生活喺一个皇室里边，啊，做一个大富人家嘅儿子，万物应有尽有，啊，极其富贵。但佢而家发梦啊，梦到自己去流浪做乞衣，啊，受尽苦难，啊，结果有人嗌醒咗佢之后，哎呀，原来系噩梦一场。啊！睁开一眼睇，原来我仲系应有尽有。等你几时醒咗，你先发现，原来你就喺极乐世界里边，冇离开过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喺你旁边睇住你啊！啊！你仲喺度迷嗰时候，佢就笑住等待你醒过嚟。啊！所以念佛啦，念佛啦，用念佛嚟叫醒自己啊！啊！念佛嗰时候，集中精神听自己佛号，用心嚟听。阿弥陀佛，一句一句听得清清楚楚，声声唤醒自己。终有一次你能够唤醒自己，自己一醒啦，发现原来极乐世界啊，唔系十万亿国土之外。就喺眼前，迷嗰时候隔住就十万亿国土，啊，清醒过嚟一睇，不隔毫端，一毛尘都唔隔，好，我哋再睇下边第44、45页。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问我名义，皆悉谛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心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失定义，若不已者，不取正觉。呢度讲系菩萨众啊，从44愿以后啊，到48愿，5条愿咧系讲他方世界嘅菩萨众啊。前面咧系对所有凡夫都讲，所以极乐世界呢个阿弥陀佛本愿啊，主要系接引凡夫，菩萨系摆喺其次啊。即阿弥陀佛为边个发愿啊？为我哋发噶。啊，到呢度讲到最后第44愿先开始讲他方世界嘅菩萨。啊，咁呢啲菩萨已经啊断咗见思烦恼。啊，但系咧烦恼未断尽，仲未成佛。啊，问我名已，问到阿弥陀佛嘅名号。就即刻能够证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啊！清净系清净心啊，解脱系自在啦，一切缠缚都解脱咗啊！我哋凡夫唔自在啊！啊，听见人哋讲好听嘅说话就欢喜，难听嘅说话啊！心里边就唔舒服，你唔自在啊！你俾烦恼缠缚住啊！你将呢个解脱咗之后，啊，顺境逆境，好听嘅唔好听嘅，我仲系都唔动心，呢个就解脱啦，呢个就自在啦。啊，普等三昧，普系普遍，等系平等。
好等系咩意思啊？讲不二法门啊，《维摩诘经》里边讲啊，入不二法门，不二就平等啦，普遍平等，有二就唔平等啊，所以入不二法门嘅人冇任何分别啊，善同埋恶不二，是同埋非不二。正同邪不二，佛同魔不二。啊，有啲人就话：哎呀，我着魔啦！真正入不二法门，有冇魔？冇魔噶，魔同佛系不二噶，完全系自己念头。佛同魔系你自己分别嘅。啊，境缘冇好丑，好丑在自心。你自己喺度分別執着咁解啊？覺悟之後，無佛亦無魔啊！呢個係普等三昧，諸心總持啊，總持係陀羅尼啊！你住喺呢個心嘅禅定啊，陀羅尼三昧當中，咁呢個三昧係咩三昧啊？念佛三昧啊！所谓三昧中王啊，最殊胜嘅第一个三昧，念佛三昧。所以当然佢包括所有嘅三昧，啊，呢个三摩地就系三昧，至于成佛，到成佛啦，仲系住于念佛三昧。啊，你睇释迦牟尼佛讲呢部经之前，佢首先入念佛三昧啊。住其得法啦，啊，呢、这个就念佛三昧啊，咁极乐世界一去到就有就得到啦。咁他方世界咧，虽然未去嘅菩萨，但系佢闻到阿弥陀佛名号，亦都能够得到。所以名号功德嘅加持力有几大啊？咁呢啲菩萨可以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失定义啊！供佛你不失定义，咁你可以供啊。你如果定义失咗啦，甚至起烦恼啦，咁不如唔好供啊。有啲人啊，好中意跑道场，好中意做义工，做到咧烦恼都起嚟啦啊！有情绪啦，有对立啦，啊，有不平啦，啊，人我是非都嚟啦，失咗定义啊，呢、这个就唔叫供佛啦，啊，所以未到呢个程度，最好就系老实念佛，尤其是我哋啲老菩萨，啊，我知道有啲老菩萨好中意、好热心嚟做义工，我劝佢哋好好喺屋企念佛求生净土。听经比你到处跑好啊！你想去到处跑，去咗极乐世界，由得你跑啊！全个法界啊，喺十方诸佛如来嗰度，随便你跑。依家你唔好咁快，所以呢个系定中供佛啦，个定好紧要啊！所以我而家悟出嚟啊，点解我要叫定云？原来云法啦，失咗定义啊！依家要定啦，定到嗰时不失定义嗰时，我先嚟云法。所以以后我定喺边度咧？我定喺个摄影棚就得啦，对住摄影机讲啊，讲得好唔会鼓掌。啊，讲得唔好，佢又冇咩反应，啊，佢又唔会恭敬，又唔会赞叹，又唔会供养，啊，呢度绝对冇名闻利养喺呢边，咁我哋咧讲咗之后挂喺网上，啊，供养大众，啊，大众就系诸佛如来啊，我哋供养诸佛，发供养，啊，不失定义啊，唔使出摄影棚。末法时期最好嘅方法啊！
呢个系宏法利生啊，最好。好，最后一段，我哋今日拖少少时间吓，帮佢讲完。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问我名者，正离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德本，应时不获一二三忍，于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呢度包括四十六愿或陀罗尼愿，四十七闻名得忍，四十八现正不退。阿弥陀佛成佛嘅时候，他方世界唔系喺极乐世界嘅，诸菩萨颂，只要闻到阿弥陀佛嘅名号，亦包括呢部无量寿经，正离生法。或陀罗尼，所以点解我咁肯定话，我哋如果讲无量寿经，一定有他方世界菩萨会嚟咧？佢哋一定嚟护持，佢哋闻到呢啲经，闻到呢个名号，佢就正离生法啦。离生法系咩啊？无生法忍，就系、是、七地以上嘅菩萨啦，或陀罗尼。这个陀罗尼是总持一切法，见到法身，安住于实相，这个是无上殊胜的功德，清净欢喜，得平等住，清净是心里面没有染，没有执着，平等是没有分别，这样心中才有法喜，得的是即灭为乐，正法身开智慧，修菩萨行，具足德本，他们安住于实相，以清净心，破四相，破四见，来修菩萨行，自利利他，具足德本，是具足，具是圆，具足是圆满，圆满一切佛果功德的根本，亦即是他能够说当下入佛境界，应时不获一二三忍，一二三忍，本经里面有讲到，一是音响忍，二是柔顺忍，三是无生法忍，所以这里讲的是他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一般经教里面讲是八地的菩萨，他们得到了，所以睇下极乐世界，即使系初发心嘅菩萨，一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即刻证得无生法忍，成为八地嘅菩萨。名号功德系多么不可思议，无论对凡夫对菩萨都系咁殊胜，都系靠他力法门成就啊！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于诸佛法，一切佛的法都能够现证不退，即是说他们现证阿毗跋致菩萨，或者阿惟愈致菩萨，为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三不退的菩萨，这样很难得啊。他方世界很多菩萨修行，发心的人多，成就的人少，你不要说别人了，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一发心勇猛，没多久就退了，
啊，境界一嚟考驗嘅時候，即刻就退轉退心。啊，要能夠保持不退啊，就能夠成佛啦。但喺呢個世界不退，相當不容易。1萬個人難得一個不退，啊，唯有係求生淨土，先能夠真正不退。啊，你未去之前就能夠不退，啊，你就係方生成就阿惟越智。啊，所以48大愿到呢度，我哋就圆满讲完啦。啊。咁因為今日係最後一講，啊，我對大家面對面啊最後一講，啊，以後咧就不能面對面啦，啊，有幾句説話咧，啊，仲要多祝福一下大家，啊，呢個48大願係整部無量壽經嘅核心，又係淨土宗嘅核心，啊，亦係阿彌陀佛。心中心啊，具有阿弥陀佛无量功德啊！我哋对呢个愿真正明白啦，真正去接受啊，真正放下身心世界，一心求生净土，咁你就系如来第一弟子啊！呢、这个法门嘅殊胜，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啊！我哋一定要对呢个法门。有堅定嘅信心，啊，一門深入，長時分修，啊，從依家發心一路到臨命終，都不改變、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你呢一生一定可以往生極樂世界。啊，呢部《無量壽經》，我哋每日都要讀，啊，每日都要聽，佛號每日都要念。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我哋要斷惡修善。啊，因為極樂世界係諸上善人聚會一處。啊，我哋如果心地不善，點樣能夠往生？啊，所以我哋咧平時啊要落實3個根，啊，《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啊，呢3個係我哋修行嘅根本。啊，系行门，系断恶修善。啊，我依家为咗帮助啊自己同埋大家一齐嚟扎根，啊，我喺网上亦都会每个礼拜讲一次《太上感应篇》，啊，系用国语讲嘅，啊，咁啊，大家听得明嘅话可以多听。啊，以前我哋用粤语亦都讲过《太上感应篇》，因果教育。修我哋嘅心地，啊，心地纯善，再加上念佛，就能够真正得清净心，啊，得念佛三昧，啊，其他嘅嗰啲事情，有又得，冇又得，唔好放在心上，啊，一切都要放下，啊，依家2012年平安度过，啊。就说明咩咧？上天仲怜悯我哋，假以时日，俾我哋一啲时间，我哋攞呢个时间要好好修行，啊，唔好错过机会，啊，呢一生得到佛法，得到净土，来之不易，啊，大家一定要珍重，一定要珍惜，啊，把握好呢次机会，今生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去，啊，咁我就同大家咧。報告到呢度啦！啊，喺呢7個月當中，非常感恩咧，大家對定雲嘅護持啊，從常住嘅法師到各位信眾啊同修啊，我非常感恩啊！我點樣報恩咧？就係翻去老實念佛啊，安住寂靜啊，遠離一切名聞利養啊，遠離。呢個世間一切五欲嘅享受，以苦為師，以戒為師，啊，為大家做一個表範，啊，
我自己深入无量寿经啊，深入念佛啊，将来我哋咧同生极乐国啊！多谢大家。